这个值日青年现在回来了，但是城市安置啊，成了问题，他一下子安置不了这样多啊，有人就闹事，而且闹得啊，比回城还凶。据中办和信访部门的统计，待业青年问题的来信来访时间增加了很多。资金问题不解决不踏实哦。这样，国务院呢？ 明天要召开研究经济工作座谈会，你打电话通知那个资金办的陆局长，叫他参加。好，时间呢？给大家讲一讲执勤的事情。知道。嗯。大家都来了。来，大家坐，来。慢着，你这是闹玩吗？ 哎呀，鲁局长啊，我们那儿的情况很糟糕啊！有的返城青年天天在市委大门口打着旗子、打着标语要工作。我还有一个同志，以前是做这个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那天走在大街上被一帮小青年给打了，说他是骗子。哎呀，你管这么重要？诸位，诸位。 今天我把大家请到国务院知青办来，不是听大家诉苦的。知青返城这是个新情况，以前我们大家都没有碰到过。大家说说吧，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们北京呢出台了一些地方政策，允许一些工厂、商场还有大集体单位搞内部职工子女顶替，解决了个别家庭急困难的待业青年。 还允许一些单位呢招收临时工，也解决了一些内部员工的子弟。另外就是街道办事处帮助待业青年搞一些便民服务，比如啊组织搬运队、送煤气罐等等。不过鲁局长啊，这是杯水车薪呢，剩下的缺口还很大。我们上海方面的情况也很复杂呀。这个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上海的小青年脑子都很灵光，现在他们自己动起来了，在弄堂口摆了小食品摊儿，这个服装摊儿。 这样倒不错，可是这不合法呀。我们看在眼里，也不知道是该管还是不该管，上面没有政策嘛。对，对，我们北京也是一样，有些小打小闹啊，工商局呢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我看呢，不如放开他们，让他们自谋出路，这样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这么一放开，已经割掉了资本主义尾巴，不又长出来了吗？那得多出多少个小工商业来呀！ 这位女同志，您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们云南把我们的知青全给退了回来，又说什么尾巴？我们几万青年去支边，如今闹到这个份上。对了，还有你们知青办，啊，把那公章就挂在办公室的门口，让这个返城的青年拿着个戳子，随便的咣咣咣怎么干？这成何体统啊！ 知青回城是国家定的，又不是我定的，那是中央的政策，跟我们有关系吗？行了行了，别吵吵，别吵吵，别吵吵。有事说事儿。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就是缺乏总体的规划。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不能零敲碎打，要解决就要通盘考虑。我提议。 现在情况这么紧张，各地都反映压力很大，我们应该给中央领导写个报告，详细汇报汇报，看看中央怎么说。嗯，要写就给小平同志写，是他让年轻人回来的吗？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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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应该向上领导反映啊，看看小平同志怎么说。有事啊？
刚才在饭桌上我都没敢提呀、啊。咱们家老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安排的？返程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要工作没工作，要对象没对象，天天也不知道在外头瞎折腾什么呢，急得我呀都睡不着觉了。你说说，一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啊，你就不吱声，你还像个当爸的。现在一半的家庭都有待业之轻，人家都能等，咱家怎么就不能再等等呢？知青大返城，待业青年将达到1500万，总数超过了文革十年安置就业的总和。保守的估计呢，三年之内陆续返程的知青人数，再加上城市待业的人口，将要超过2000万，大致于相当于城镇的人口十分之一吧，牵扯到城镇人口一半以上的家庭。庞大的就业压力使大家都喘不过气来，如何妥善地解决返程知青的就业问题，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安定与团结。汇报完毕。这么多的人待在城里没事儿做，这可是很大的不安定啊。我们国务院每年拨出10亿的经费是知青的经费啊，如果我们腾出一部分经费来安置待业青年，搞一些集体服务呢？这么多的待业青年都靠国家和集体企业，也是消化不了的。是啊，拿出5到8亿的经费安置就业，也只能解决400万左右。1500万，400万，那只是个十分之一，大部分还是解决不了。知青安置问题啊，还是要多想点办法才行。特别是今年啊，国家的经济特别困难，这呀就难上加难了。不，你说，你最熟悉情况，有发言权，谈谈你的看法。现在的问题是，知青回来了，没有饭吃，没有工作，而且是那么多的人，光靠国家来包下来还不现实。我向领导有个提议，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说，中央能不能，可以不可以给一点政策，让返程的知青自己可以自谋职业，自找出路，可以给他们一点优惠政策什么的。你的想法很好，是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呀？就是给一点安置点啊，鼓励他们搞一点小个体，减免税收之类的。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只是这么多的个体都是编制外的，一放开，人呢一下子就这么多，会不会把体制打乱了？我看不会。刚才卢局长说的这个自谋出路啊，我看很好。我们现在就是要调动千军万马、千方百计来解决这个就业问题，就是要打破什么都需要国家来包办的老思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说到底，它就是个体制改革的问题嘛。对，这一改啊，不是乱，而是活了。是啊，现在啊，在底下有很多地方其实都已经搞起来了，有搞副食的，有
卖针头线脑的都有啊。其实呢，这也符合经济规律，有需求就有生产嘛。只是我们呢，不敢承认人家就是了。这个资金的问题啊，光靠小个体也不行，那还是小打小闹，还是要多搞一点轻工业、服务行业，因为这方面他们需要的人多。资金就业问题啊，它是个经济上的事，终归啊还是要用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我看呐，只要是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毫不犹豫。我赞成。古木同志，你们再具体研究研究优惠政策，赶快搞一个方案，讨论一下。好。你这鸡蛋是哪儿来的？你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吧？是集体的还是你个人的呢？我公家都卖完了，我才……那也不行，大家要像你这样卖，不乱套了。知道你家里不容易，拿回去吧，下不为例啊。谢谢您，组长。王贵儿，你帮我看会儿。哎，好的。大周。哎，娟儿。卖不了吗？没事儿，大不了咱自己留着吃呗。回去吧，回去吧，没事儿，回去吧。周，果然是你！哎，这几天折腾什么呢？涨你好几趟。哟，买这么多鸡蛋，杜鹃怀上了？屁！我这两天收点鸡蛋，本来是想到杜鹃摊上卖的，就让他领导发现了，把他批评了。对，批评的对。你这是以权谋私，挖社会主义墙角，当然不行了。是是，咱理亏。那这鸡蛋不是白下了吗？你这死脑筋，你是抱着金饭碗还说没饭吃啊？怎么能白瞎了呢？这鸡蛋可是紧销货呀，他不让你卖，我们可以自个儿卖啊。自己卖？怎么卖啊？合适吗？这个？看我了。来，哎，大家看一看啊。新鲜的鸡蛋了啊，新鲜的鸡蛋嘞，哎，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又新鲜又好啊，来看一看阿姨新鲜的鸡蛋啊，快看一看啊。小伙子，你这鸡蛋怎么卖啊？我这鸡蛋怎么卖啊？啊，怎么卖来了？市场一毛钱一个。哎，市场一毛一个。一毛一个没有了。我这九分钱一个，这么多呢，阿姨，您看看，又新鲜又便宜的鸡蛋啊。对，太好了，你给我来上20个。大周，哎，数鸡蛋呀，愣干什么？20个，明白是吧？行，稍等啊，我拿大点的。说完了，好，走走走，别着急，别着急，来，你要几个？10个是吧？哎，10个，好，哎，要几个？哎，10个，来，5个，哎，没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啊。就是要搞活经济。
而搞活经济又必须和世界经济接轨，所以我们呢，还是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要把能人启用起来。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那些原先的工商业者都参与进来，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帮助国家搞活经济。我们搞活经济啊，实际上就是要调动千军万马，要鼓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尽其才。原先的工商业人士啊，有能力，有影响，他们在海内外联系也广，而且他们干工商事业啊，经验多，所以说这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好好的利用起来。这些人呢，懂经济，懂金融，懂市场，而且呀，都做过实业，应该让他们发挥力量。对，我们去年引进很多，那都是钢铁，都是大项目。现在我们要调整，要减些项目，先积累一些资金。对嘛，转过来，我们搞点轻工业，啊，这样做啊，还能帮助多安置就业人员，还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还可以多搞点旅游业、服务业。我到新加坡啊去看了，人家搞得好啊，可以多用人，还可以赚外汇。我们还有一个资源，在海外的侨胞华裔加起来有几千万，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要好好的利用起来。现在啊，有很多的人要回来投资，可是呢，我们呀，恰恰缺少这样一个接口，没有办法接收和管理。跟他们打交道啊，就是要用资本家的方式，人家来投资，那你就让人家获利呀。说得有道理。是啊是啊，哎，我可以推荐一个人呐。这个人呐，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而且他懂经济，对企业管理上呢，那是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咱们搞引进，搞经济发展，是非他莫属啊。你说的是荣誉人荣老板吧？对对对，就是荣誉人，红色资本家。叶帅跟我推荐过荣老板，叶帅说咱们共产党人搞改革、搞开放、搞投资要吸引外资，那么资本家会相信我们吗？荣毅人荣老板就不一样了，他在海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家族有很多人在海外，由他出面可以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他的影响别人是无可替代的。是啊是啊，姑母啊，你帮我约约他，明天呢，我要会见外宾，请他一起参加。完了之后啊，我和他好好谈谈。好。时辰啊，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再走。哦，三舅舅，母亲也很鼓励我能够回国进行投资。这次回来你也走了不少地方。有什么想法？想法吧，还真的有一些。我发现这次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大家都很振奋，而且很有决心，所以我打算先在上海试办一家电子表公司，先看看情况。目前国外经济比较萧条。哦，对了，二舅舅和表哥他们也希望回国进行投资。我们国家走过一段弯路，但是现在情况好起来了，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似乎好像都开动起来了，是有作为的时候了。是啊，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说，当年父辈叮咛荣家子孙一定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为国为家。
我们荣家的根基在中国，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参与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光荣啊。是啊，虽然现在国家有些地方还不是很完善，但是这里是有希望的。先生，古木副总理到了。舅舅，你先忙，我进去看着舅妈。拜读了荣老板的大作，今天特地来切磋切磋。请。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风流，不甘浮力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见笑见笑了，这是去年的旧作。粉碎了四人帮，能够为国家四化建设发挥点余光余热，心情欢畅啊。好啊。荣老板不甘浮力，我中华的民族工业就有复兴之望了。荣老板，那我就不给你兜圈子了。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这次来府上是奉邓公之命来请荣老板出山的。古木同志，我担任政协副主席已经有半年多了，不知出山这话怎么讲啊？邓公的意思是想请您出山代表国家和资本家打交道。哼，古木同志，我赋闲在家已经十多年了。虽然身为党外人士，但也扫过厕所，看过大门，早就不跟资本家打交道了。看来荣老板还是心有余悸啊。莫怕莫怕，现在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当下国家正与世界各国做生意，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能人出山，代表国家和资本家打交道，为国家谋利益，这事儿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叶真同志，您以前呢是办实业、管经济，就是和资本家打交道，现在小平同志呢希望原来的工商业者多出出力，多办实业，也帮助引进些外资。您在这方面有经验，又有路子。小平同志说了，这事儿是非您莫属，他想请您呢当面谈谈。原来是这样啊！哎呀，顾木同志，实不相瞒，这些年啊，我也一直在关注着国外经济状况，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中国现在机会特别好，确实不能错过这个机遇。这方面我也有所思考和心得呀。如蒙邓公青睐，荣某定当倾心尽力。小平同志啊，对你评价非常高，希望你啊能继续为国家做贡献，有生之年能够继续做些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何乐不为呀。好，那就太好了。荣老板，明天一早啊，小平同志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和他一起随行的有很多是工商界的知名人士，想请你一起见见，也不用准备什么，就见个面。好，我明天就去会会那些资本家。And pleasure to meet you here in person today. Oh, 那这样说我是个新闻人物了。You're too modest. You're not only a hero in China, but you are a hero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s well. Oh, 谢谢。如果说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要设置奥林匹克奖，我有资格获得金牌。After your visit to America,
I have a whole delegation of very prominent businessmen that are forcing me to come here. They're so excited about investing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那你就来对了。我们呢，搞现代化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必定会对外开放。我们欢迎呢，你到中国来发展，在竞争能力方面呢，美国是比其他国家能力要强一些。Well, I see the willingness and desire for China to open up. But with all due respect, last year, China did over $10 billion of contracts. Yet, you have less than $200 million in foreign currency. How can you guarantee to pay back the loans to the investors? 中国啊，有许多产品可以出口。如果说我们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啊，美国提供资金，提供技术，我们完全可以用产品呢来进行偿还。采用补偿贸易的方式啊，它本身就是有偿付能力。我想啊，对一些没有偿付能力的项目啊，我们双方可以共同进行其他贸易来解决。当然了，做生意啊有做生意的一套，这个如何保证你们的利益和利润呢？今天呢，我特地把我们的大资本家请来了。美国啊，有一些餐饮大王、钢铁大王等等，可能都比不上他。他叫荣毅仁，曾经呢是面粉、纺织双料大王，管过大资产，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企业家。他会做生意啊，而且懂得商道，他知道如何以一个商人的方式啊来和你们打交道。将来啊，招商引资，我们想专门让他搞一个对口的机构来管理，到时候你们来投资就可以找他了。Mr. Wrong, I've heard a lot about you. It's a true pleasure and honor to meet you, sir. Pleasure to meet you, Mr. Blumenthal. You have made the right choice to invest here, and you are warmly welcome in China.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好。刚才啊，那个见外宾的时候，也没有给你打招呼，啊，一下子就把你给推销出去了。只当是做一次广告啊，你不要在意啊。你们荣氏家族啊，在过去是个民族资本家，解放后啊，是红色的资本家，应该说啊，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现在我们对外开放，你们荣家还是要带个头哦。邓副主席，您过奖了。有生之年能继续为国家做点贡献，求之不得，必当尽心竭力啊。好，这个你荣老板也知道啊，现在我们资金困难，外汇也不足，这个引进的规模啊，它也有限。但是国外这不一样啊。是啊，国外现在是资金过剩，找不到出路。如果我们能把外面的资本引进来，国内的经济那就盘活了，可以办商业、办企业，大有可为呀。对，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把我们那个经济啊繁荣起来。要搞富搞活，再也不能等了，再等了那就搞死了。就拿当前来说吧，有大量的资金啊，他要返程，但是这个就业问题啊，它就是个大问题，怎么办呢？所以我看呢，还是要大办企业、大办商业，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啊，我也在关注知青返程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国内的企业办起来，把国外的企业引进来，那知青就业它就有了去处。对，我们呢，就是要打破那个既无内在又无外在的那个思路，引进外资为我所用有什么不好啊？但是现在国外啊，对我们中国啊，他还是不了解，大部分人呢、啊、都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你们荣氏家族啊，在国际上
知名度很高，你本人呢影响力也很大，所以我们想请你出来组建个机构啊，和西方资本家打交道，你意下如何啊？德副主席，这可是个大动静啊。荣老板果真敏锐啊，这不仅是大动静啊，而且是突破禁区改革体制的大事。怎么样，闯闯禁区吗？邓副主席，您如此信任我，我容一人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好，我邓小平谢谢你。卖鸡蛋了啊，鸡蛋鸡蛋，看看新鲜鸡蛋啊，比里边便宜哦。哎，鸡蛋吧，新鲜鸡蛋了啊，新收的鸡蛋比里边便宜，看看啊，瞧一下看一下。哎，杜鹃说他们那鸡蛋快没了，一会儿下班啊，人肯定多。干脆你劝他，别在里面卖了，出来给我们干得了。他也想，那也不是他说了算的呀。你说你成天跟你老婆竞争有什么意思啊？干脆啊，换个行当啊。哎，你看他弄个流动的，干脆啊，你也弄个流动的得了。这烤地瓜就算了，脏兮兮的。要不然弄一煎饼果子，这东西干净、好吃、有营养又方便，你觉得怎么样？卖煎饼行吗？这个那是不行的呀、你说咱们俩三天两头的到村里去收鸡蛋去，人家见着咱们就喊导弹部队又来了。是，你说这事儿我想过了，现在收鸡蛋是越来越麻烦了。不行，明天我先逛个煤气罐去。我把我这自行车弄去改装一下，弄一三轮车出来。你就别跟着我掺和了，你妈不是给你介绍工作了吗？这两天我干个体户，我觉得挺好，自由新鲜，适合我。坐办公室不适合我，我干不了那个。大周，咱就干煎饼摊了。来抓我们来了，快跑！谁谁啊？派出所的沈所长，快跑！天元，我认识他，快快快！天元，天元，我跟你说点事儿。这小子，你不要有顾虑，有啥说啥。说实在的，已经几十年不干经济的事情了。但是从经验上说，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有些实际经验。我现在的想法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刚才您说要成立一个机构，我倒是建议先成立一家融资公司。道理很简单，我们要用人家的钱，得先进人家的门，按人家的游戏规则来办事。国外的资金自由流动，都是专门的融资公司来管，以公司的形式来经营和管理。这个建议很好。那既然这样啊，这个融资公司啊就由你来挂帅。最近那个胡觉文胡老啊，他给我来了封信，他说要见见我，还有统战部也在开会，胡志昂啊、周书涛啊，还有顾根玉，这些都是老朋友了，我想把他们召集起来，大家见个面，拉拉家常。这个时间呢，你也可以对那个融资公司啊好好的酝酿酝酿，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就会谈得更深入一些了，怎么样？好，我来安排，看您的时间定。那就周三。好，我来请客，我做东，我现在也学会你们的那个
那个 party， 不过我声明我不会跳舞啊，我请吃饭。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火锅，那个人民大会堂，他那个涮羊肉那个火锅啊，味道不错，而且正宗得很。火锅好啊，热气腾腾的，象征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嗯，邓副主席真是很健朗，精力充沛。哎，这次外媒说，您美国之行给带去了一场中国风，影响很大。你不要听他们瞎吹，岁月不饶人了，我75了。荣老板贵庚呢？在您面前不敢谈贵庚，我62岁。哦，那还是正当年呐，怪不得周总理夸你是少壮派。您可是毛主席钦点的少壮派啊，我这个小少壮派得跟着您啊。邓副主席，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哦，想请您给我的书房提个字，您看可以吗？哦，好，可以，3个字。写得好，谢谢。慢走。哎，谢谢。慢点啊，大妈，下次再来。哎，阿姨。哎呦，杜鹃啊，杜鹃，哎，你怎么在这卖菜了？啊，挺好的，挺好。您买点什么？有鸡蛋吗？哎呦，今天您来太晚了，那个鸡蛋卖完了。您看，要不这样，明天我给您留一点送家里去。啊，不了，明天我来好了。啊，哦，对了，阿姨，大周在门口卖鸡蛋呢，要不您去那儿看看？哦，好。我到外面看看。哎，好嘞，有时间来家玩啊。好的，阿姨再见。帮个忙，来来来来，轻点，慢点。最后一块卖鸡蛋了，哎，轻点吧，轻点，哎，别了，卖鸡蛋了，哎，卖鸡蛋吧。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卖鸡蛋呀。跟我回家。哎，怎么了？有点欠眼呢。妈，卖鸡蛋。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儿，你不也得买鸡蛋吗？我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不偷不抢的，怎么丢人现眼了？你少啰嗦，跟我回家。不是，阿姨，你听我说，田园是我叫过来帮忙的，您别骂他了，您要骂您骂我。走开走开，哎，阿姨，我愿意卖鸡蛋。田园，你以后别来了。不是，我凭什么不回来？你干什么了你？挤什么眼睛啊你！每次遇到事儿，你都像缩头乌龟一样的。感情好人都让你一个人做了是吧？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学学不上，班班不上，跑到那儿去练什么地摊，丢人吗？这不就啊？我们是什么一家子啊？你别忘了，他可是文革前的中考状元啊！妈，我是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不丢人。你不要拿你的标准来衡量我。你听见了吗？别这么跟你妈说话。你也别这么激动，啊！咱们今天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行吗？田园，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是怎么打算的？你怎么想的吧？
你得让我和你妈知道，这点要求不过分吧？天元，天元，谁呀？天元，陈所长，你们看我干嘛呀？我又没犯事儿。陈儿，哟，这老田在呢。啊，你怎么你找田园？没在家。啊，要不有事儿进屋说。啊，不了不了不了，我过来就是说一声。田园他不是摆摊吗？对，在西单练摊的。啊，我过来就是告诉他，现在做生意啊，他合法了，干个体的领营业执照就行了。哦。可以领营业执照了。是啊，我们家老三合法了，不是也练摊吗？他就是领了个照。我看田园他们在西单那还卖鸡蛋呢，我就过来跟他说一声。好，好，就这事儿，我走了啊。谢了啊。哎，来，不信啊，行，走了啊。哎，读着时间寄来的春天，花儿漫过。无边的原野，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在这生命怒放的季节，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你老了，不过年轻了，强大的世界，无论潮起潮落，无论花开花谢，自信在风云变幻之间。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在这生